外面很冷哦。你们有淋雨吗？有。有。你们有撑伞吗？有。刚好是撑伞。有。伞不够。啊，很大，雨很大吗？风很大。风很大。哎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哎呦，你也知道我之前呢，我知道我一定是今年开始转运，就是。我之前的演出几乎都是，就算台风天来了，都会变很小的雨，然后就算是雨天，都会变晴天。然后今天的第一场，今年第一场专场就是，那个叫什么？是猛男韩流吗？是猛男。猛男。我看到是霸王、欸。霸王。霸王吗？霸王韩流。对，然后。所以我想我今年的运势应该会比较好，因为之前晴天的时候运气都没有很好，所以我现在运气应该会比较好。所以你们有出门的时候有挣扎一下吗？就哦，就没想要去的，怪要死的，安尼着搞哦，应该怎么？对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沈胜哲，耶！今天很特别，就是。这是我第一次在台中那个是办专场的演出，然后今天很特别，因为其实这一个演出在去年的11月在台北有做过一场，然后今天是这个演出的第二场，然后本来在台北的时候只有我和吉他手阿达，耶、yeah ！你知道阿达就是他很帅，然后他都有粉丝。很多人都是因为阿达买票的啊，更多人是因为我右边这个张宇买票的。对，然后被老板设计。哎，今天不是你的演唱会吗？不是。你昨天不是说今天是你的演唱会吗？我从来没有说过。哦，然后呢？所以今天这就是台中场，然后又加了张宇，对，然后他今天。玩一些的时候，你们就会看到他有多才多艺。对，就是我真的变成海底章鱼了，这样就是很忙碌。对，就我是一个好帮手。所以你们就是有谁想要表演，可以就是邀请我，我可以担任很多角色。但是要先找过239工作室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先我们先继续唱歌好了。等一下再跟大家聊天。好，唱歌。不，你就这样消失了，我以后要找谁呢？谁来陪我说话？嘿，你就这样消失了，离开时没有再见。原来是再也不见，我啊，想起太多从前，于是忘了怎么往前。要是你在就好了啊，可是那些一起走的日子，发生过的事，你笑的样子。心底最好的地方安置，忘了
回到当时，如果没有继续争执，如果拥抱着彼此，你就这样消失。